民众内急走进厕所，但门口四个大字“入内请脱鞋”，瞬间傻眼。哪里上水要脱鞋子的了？哦，第一次看到入内要脱鞋，有点麻烦，毕竟是公厕，大家都蛮习惯穿着鞋子就走进去了。虽然嘴上说不习惯，但实际进去上过以后，感受大不同。干净，看起来是干净的，很干净啊。然后它就像一个，不太像一个厕所吧，它就像一个，你去那边就觉得，哦，你可以欣赏它的，它可能摆些石头啊，摆些什么东西。进去里头瞧一瞧，果然真的很干净，小便斗跟地板几乎没有任何污渍水渍，很难想象这里其实是每天上百人进出的加油站公厕。打扫的原则就是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，然后由里而外。像我们八个小时就八次了。会这么干净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厕所每小时就扫一次，算下来一天至少清洁八次。这里是台东一间连锁加油站公厕，10年前开始实施脱鞋入内的规定，当时是全国首创。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副站长说，起初只是响应环保政策，但做了之后发现不仅民众配合度高，还因此带动加油业绩，进而延续到现在。有一些游客会说，台东有一间的关的入内请脱鞋哦，咱来看卖者，阿姨来这看卖有吧，就是会来也顺便加油。可能没有穿袜子的会有害怕，那有穿袜子可能还好一点。上厕所要脱鞋子意外成了卖点，但部分民众对共用脱鞋的行为仍有卫生上的疑虑。对此加油站回应，脱鞋天天都会消毒，若民众不放心仍可穿鞋入内，强调厕所每年都获得台东县检查特优级，环境卫生绝对挂保证。原视新闻资深台东市采访报道。